哎，老板，你找我干嘛呀？这么着急？我不管啊，高经理，你把实习单给我找回来去。哎呀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那实习走就走呗，反正有没有他也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给我当助理啊？奇怪。哎呀，这都不用你操心了，老板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助理，等着哈，过来。这是简历，老板。什么学历啊？研究生。有几年工作经验呢？三年工作经验。是吧，老板？我就说比那个什么实习强一百倍了都。闭嘴，哪都有你。我是招助理啊，但是我那个对于情商还有能力我是有要求的，很严苛的。对对对，好好说，等一会儿老板就被你录取了，知道没有？好好说。闭嘴，闭嘴，是你招还是我招？但是这样的，我招助理，我也会有一些简单要求，你来形容一下我的气质形象吧。肥老板，说的是什么呀？这是，出，哎呀，出现，真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怎么把人撵走了，老板？不是高经理，那是说的是什么？那是啥意思呀？他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看简历了没有？你看看。人家是一个福建姑娘，看见没有？人家说的是回老板，你这不是高经理，那都口齿不清晰，表达不清晰。我不管啊，我就要实习，你赶紧把实习给我找回来去。不是快点啊！你这六月飞雪，我就要实习。哼，赶紧给我把实习给我找回来去。是，我去。高经理，文件帮我做一下，下班交给我啊。哎。嘿嘿，好看吗？哎，好看吗？好、啊，那还用你说？那公司谁不喜欢老板呀？那要是把老板介绍熟，那不飞黄腾达了？我帮你啊！就你帮我那得了吧？不信是吧？看着啊！哎哎哎，老板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一米有多长吗？一米有多长？这么长呗。啊。哎呀，十七。怎么样，学会了吗？哎呦，行。那个老板，你知道一米有多长吗？一米有多长？你比的啥玩意儿啊？你一天净在那闲扯，去干活儿。你我行不行啊？你我不相信你了，以后。哎呀，经理，别生气了。起来。哎，这样，我再教你最后一招，行不行？能行。放心啊，看好了啊！谢谢你做一次，等着。哎，老板，你等会儿。又干嘛，十七？你把双手合十。双手合十啊，然后交叉。交叉。然后张开你的左手。啊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，十七？真是的。好戏开场了。哎，老板，你能双手合十吗？这样。哎，对。然后这样。对。然后这样。哎哎，不好好上班。十七，这个文件做一下，下班交给我哈。哎，好嘞，老板。哎，那个老板，等一会儿。你说咱俩认识也那么长时间了是吧？我想问问，这个周末你能不能出现在我家餐桌上啊？你说啥？出现在我家餐桌上？哎，咋了？你现在大鱼大肉你吃多了，现在你都改成吃人了。不是你啥说啥呢？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老板，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我应该明白你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啊。哎呀，算，我直接说吧。老板，我想做那个在你喝醉的时候背你回家的男人，我想做那个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的男人。老板，行吗？可是十七对我这么好的只有我爸呀。不是，哎呀，你怎么、我明白了，老板，这是十七，他分明想当你爸呀。这不是，不是你，哎呦我的妈。那个没事，老板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说，十七啊，就董事长跟董事长夫人那个关系你拆不散他们，知道吧？不是你说啥呢？没事，老板。不是你你们公司领导呢？哪位啊？这是我们老板，对，我们老板。您是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们这个公司证件齐全吗？证件齐全呢，都在外面挂着呢。对，都搁外面挂着。你这个工资情况呢？都正常发放呀。不是，老板有吗？我上个月没发那么多。你
那个上月财务休息了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发。啊，好。那这个加班情况呢？加班正常啊，一天正常8个小时上下班。嗯，不是，昨天我加班到2点了都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公司的口号是不到天亮不回家。对。休吗？明天你不也是明天调休吗？啊啊啊！对，休息休息啊，休息休息。你们都正常上班。哦，那行，那我了解了啊。先这样，我考虑一下啊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慢走啊。哎，慢走。这谁啊？哦，他啊。啊。面试的。啊。面试的呀。什么？面试的啊？面试的对我什么态度？这是。哎，不是，老板干啥去啊？去趟医院呢，这两天身体不舒服，我这嘴没有味儿。哦，哎，不用，去啥医院啊？我世代行医啊，我祖上那世代行医啊，我从小耳濡目染，深谙岐黄的术。你找我呀，我包治百病的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不信是吧？这样，我要把你治好了，你给我200；我要治不好你，我给你2000，行不行？来吧。不是，着啥急？等着啊。哎，老板，5号机1颗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嗯，不是，实习，你确定这个我就能喝好？放心，确定以及肯定，喝吧，放心大胆喝。不是实习，你这喝的给我喝的是什么呀？这不就是醋吗？呀，老板，来，握个手。恭喜你啊，药到病除啊，你这味觉恢复了，200。你是真行，谢了啊，老板。十七啊，哎呀，真是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感觉好像失忆了。我除了就你能记得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你能治吗？不是现在这么严重了？嗯。啊，这个能治啊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嗯，老板，5号机1颗就好。这不是我刚才喝那个醋吗？不是，这什么？醋啊！你刚才喝了啊？啊！呀，老板，恭喜你啊，记忆力恢复了，200。你真行，十七，给你，你给我等着你。谢老板啊，拜拜。Later。十七。啊？我怎么突然看不见了？我好感觉我眼睛瞎了呀，这你能不能治，十七？不是这么严重的。啊，对啊，怎么办，十七？这个我治不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治不了是吗？啊，2000。你行，你厉害啊，老板。来，给你2000。嗯。不是十七。咋了？这哪是2000？这不白纸吗？不是，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2000。这是白纸，十七，这是纸。你确定这是纸吗？我确定啊，这不是纸吗？这是纸啊？对呀，这不是纸吗？哎呀，老板，恭喜你，视力又恢复了啊！200。哎呀。